手瓢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徐北红黄马，齐北是华虾。马我可能满足不了你，虾相比大家都爱吃。菜品的种类也比较繁多，例如香辣虾、白灼虾、油焖大虾、七只大虾。以上的我们都不做，今天我们做个干锅虾，点个炉子边吃边烧，安逸的板。开干，烧，准备点虾子。带这个盆子有三斤多，洗一盘菜。加这盘水就有六斤多了，面条做这个二十多斤。先出虾尾、虾须、虾枪，一二三，去虾线。这样剪到一会儿摘的时候不会糊。虾开了背，这样好入味。准备点藕当配菜，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再准备个土豆，泡水里边避免氧化。黄瓜一根，改成条条。大葱、芹菜切切切。准备点青红椒，切小圈圈。洋葱一个。点盆底。准备料头，姜蒜切成颗颗，切成大颗颗就可以了。干花椒，干黑椒，干黑椒，花椒七十八颗。阿哥点火，要点开干。烧油，油温五十热，下虾子。晓得我为啥子爱吃虾子不？因为它容易红，着了没变红，黄了。炸大概三分钟，炸到表面酥脆就可以了。起锅备用。放到土豆凉了，摘哈，摘三分钟泡就可以了。酒不用，锅料底要下料头，下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下到配菜，来点生抽，放到361克白糖，下虾子，放点料酒，放到配菜。放点黄瓜，黄瓜就是脆的。放点毛毛盐，鸡精，要得了，起锅。家里条件好的可以放点芝麻。放点芹菜叶子，点缀哈。来往还整哦，要得很干。先整个虾，它这个菜油要多哈，就是个油来煮的。放水两个都不叫干锅哈，必须要用油来煮。加了这个微焦的感觉就刚好，外酥里嫩。那个不是啥子，慢慢吃这个越煮越有味。那我你现在吃啥子会变丑不？不晓得。吃藕。为啥子？吃藕臭，吃藕臭。你吃啥子臭？人家都说我帅，你说我丑。我吃虾子，我吃虾子，你给我弄么个？我试一下都。能够摘过来应该是对的。土豆应该是。吃虾子嘛，虾子你蘸到汤上吃啊。哦，那规矩。这个菜的配菜巴适很哈。非常的下饭，这个菜。我下次我们这边放没人味道。哎呀，这我们这儿海呀，这是海里边的嘛，对吗？龙虾没吃热，净是那 KK。吃龙虾吃的是青椒，哈哈。哦，好烫。这出来了，怎么跑？出来不跑啊？出来就再就转了。再一个。啊。这个菜没得主次之分的哈，全部都好吃。好了。
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芒果，要喜欢富农车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美，我是阿武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